姥姥，姥爷要吃辣条，让你做。姥爷连辣条都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是你自己想吃吧。什么都瞒不过姥姥。你这点小心思，姥姥还不知道啊？这点割完就给你做。好呀。 腐竹要提前泡凉啊！老爷从来没有吃过辣条，今天做点给他尝尝。好了，好香啊！是不是快好了？你玩一会，马上就好了。好。加点生抽和酱油。 嗯，真香！等一下，隔壁的小孩都跑来了。嗯，真香。嗯，好吃。抖音。